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哎，认识也好，不认识也罢，都跟您熟悉熟悉。咱们都要认识认识。老话说得好啊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对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靳先生，声音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这位老师呢，很多朋友很熟悉，是吗？哎，现在在德云二队来说也小有名气。也不行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朱鹤松。好，朱老师。我是个逗哏的，好歹给逗哏点面子好不好？不好。我叫靳鹤兰。好。真的，就你们这掌声，四个字总结：不要也罢。我听见他不要也罢，他要亲爸。我这认你爹来了。谢谢爸。谢谢大家伙对我的嘲笑，谢谢吧。谁梗是要扣钱的？都教我你，所以你才能把相声说的这么刺啊！怎么刺？那么多人教我还这么刺，这是个病句。对对，懒字这么刺激。你的相声说的很刺激，这不是好词吧？好词啊！我老一刺激，刺激他们说的，呵，听个相声很刺激，就是特别好。怎么那么刺激？我们说话够慢的了。快问啊！你得听错啊！刺激不是这么不是啊！他们说，他们说我的声音怎么有磁力？怎么有磁性？有吗？磁性？你看，来到西安真长学问，您是磁性。史爱忠，我们是个好演员啊。他跑来干什么的？不是，姓史叫什么？史听不见。我现在都快听不见了。史听不见吗？这是谁呀？演壮汉那个。也是演壮汉的。有什么流血那个演什么一滴血那个？史听不见。史泰龙。眼瞎史泰龙叫史听不见。我还说的讲道理呢，史听不见，还知道是个人名啊？我以为你是个哲学家呢。史听不见吗？是史听不见。叫什么？嗯嗯。这么好的包袱，二楼为什么不笑？